对对对，然后就是自己的公司的球队嘛，然后就是自己人挺自己人，然后来帮忙拍球，非常觉得非常荣幸。对，是第一次看棒球？当然不是啊，之前也看过很多次了。对，以前打过棒球吗？就是玩的啊，就是那种等级差不多就是幼幼班的等级啊。然后大学的时候有修过垒球，但是跟棒球还是差很多啦。对啊。球场运球的感觉非常奇特，非常怕那个球就是不小心就飞出去，因为它那个弹跳的规则不是那么的，就是不规则啊，所以其实有一点心惊，就还好没有掉球，没有落差就对了。因为那个富邦目前战绩也没有很理想，是棒球队，是有什么鼓励的话跟他们讲？我想球季还很长啦，那我相信他们的实力，毕竟去年是冠军球队，那他们只是可能遇见了一个小小的低潮，那球季那么长，我相信他们慢慢的会往上爬，然后带领一波高潮，就这样子，然后慢慢的往上走。对，我是相信他们的。有没有最欣赏谁打球？最欣赏谁打球啊？我觉得每个都很好。那我觉得我比较喜欢，我最喜欢是胡金龙，因为我跟他算是之前有算是认识，对，所以我最喜欢他。对，然后他之前是 Nike 嘛，对我们 Nike 在尾牙时候吃饭啊，然后什么都有聊聊到天，然后算是认识这样子，对。那